今天来玩我们的忍者必须死，然后这个游戏呢，他就想等你像跑酷吧，我觉得。武器是忍者非常重要的力量。这个游戏我就是一开始就玩两次罢了，然后就那个挂掉了。这个的话我曾经尝试过嘛，然后我就因为我当时在做事情嘛，所以就没有去做完。玩完这个游戏啊，没玩完啦。来，好，速度提升了啦。接下来让我见识一下你的忍术吧。OK， 我们有这个刀了，我们就拿来砍蜘蛛。哎呦，这个不错哎。这是干嘛？火焰的能力吧，我认为。还不错这个，蛮耀眼的。火龙岩弹，这个是忍神创造的忍术，一定要好好修炼的。好了，已经通过了所有的基础能力，现在就往前，迎接你的最终试炼。最终试炼了。还没完吗？要前往黑龙洞驯服一条。驯服一条什么啦？这就要驯服一条黑龙，他签订契约，成为你的通灵兽。而这就是这里的话，第三关打完了啦。来来来，我们玩下一关。来，我们的这个第四号，来了。前往黑龙洞的道路上障碍重重，尤其是栖息在洞口的蝙蝠，一切小心。这里话应该就比较简单先。哎呦，差点被插死了。哎呦，速度提升了。哎呦，这第二关我觉得还不错吧。哎呀，速度再次提升。一刀，至少要躲掉所有伤害吧。迎接最终的挑战吧。OK 了，可以说我们打完这两关的话，
是非常的好玩啊。好，我们拿到人币了，然后，那么这两关大家觉得哪一关比较好玩呢？在下方留言让大家知道吧。如果喜欢本期视频，记得留言、点赞、订阅、分享哟。我们下期面再见了，拜拜。